这车我卖了都好看，卖了后来一看，我说这上卖个口壶跟口壶发动机，它空间一点一模一样。玩的，一九了是吧？一九六的，一手车。一手，当时都选了啥？选配的我也找不着了，反正选不多。现在裸配标都是弄的，一八出一九十，当时出现都是咋回事了？出这些，我一看，原来这是家属开了，他成天接送小孩来。就是出现出了太多了，这车机盖也拆了。机盖这里没换。啊？这里没换。没换，但是它拆掉了。你看这边那六个螺丝。他因为四 S 店的破损了，他当时破过几次啊，也好，发动机这里没动。这车买回去，你过那个第三方检测。昨天你我也看这个记录的时候，肯定是那是女车主开了车。可不敢胡说。你们看这里缺陷到今年就跑六千公里，两年跑六千。后备箱盖这点有点钣金。那后边反正是追尾了，给红绿灯的追尾。当时后头追尾是碰到哪儿了？那就直接的给红绿灯停住，就给这前面这车打了着，打了水后边车没在，没刹住啊，当然严重没严重？不严重，理赔了有三四回，后边了最高理赔两万多吧？啊，两万多，就有个落盘，别的啥都没。现在当时买报下来是68，也不知道是70多一点。现在降了，现在这车降了可多。这车应该去年出售，去年前年是最贵的时候，那时候还缺了，抢住要。那时候主要小孩还没来这上学，这车。我估计得下24，那就挺少。这车况不是老好，但是这车公里数好，公里数是不多，40000多公里。你看大概多少钱能卖？我说错老多了，25万。那我这个，你最高能出吗？给你价位最低的24万5，我商业险退。24中的？那肯定是商业险我退。你原来咱谈的是24。我就说嘛，这车比想象中的还浓呢。我是看你这实在不过去。对，能要都要，不要也不耽误那时间。对，中了都开走。二哥，如果成交的话，咱能不能这样？就是说我回去先过第三方，破损的话拆了，能可以拆了件无所谓。我就是别有这种切割了，他给你拿。还有这一点，就是里头的梁啊啥了，我看不见现在。梁百分之百是没。不是，我就这样说嘛，因为他金属写了可花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第三方。能过的话，是不是咱都这样顺利交？如果过不了的话，我就是把车再给你送过来，你把钱再退我都中，是吧？他就是四 S 店做人，有两回我这是破损的，现在呢叫他买，这给他涨价，没涨价涨的。这25能少点不能？少3000块钱吧。咱谈着没意思，你要中了，你看你开着过三方，中了我给商业险一退。罗哥，那违章啥用没？违章有。那我咋弄？写合同吧。中啊。245，跟我说哥，就奔着这公里数卖了。这车况，假如说公里数要是7-8万，它才不值钱了。没给你写合同吗？